是演出结束之后呢，也可以到我们的摊位呢去购买老师专辑，然后也会有一个现场可以签专辑的一个活动。第一首歌叫做 New Beginning， 是带给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对。然后第二首歌叫做 Follow Me， 对，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，IG 打开来，搜寻 Tony Lee，Follow Me 就对了。然后下一首歌是我以前的歌，但虽然没有在这张专辑里面，但是我很喜欢它，对，所以我每次表演都一定会演它。
逆境，对，就是从每个人都有一生中都有一些痛苦或是在逆境的时候，那只要撑过那段时间，那它就会是一个 很美好的状态，对。这首歌是我专辑里的第四首歌，然后我昨天刚发布了这首歌的 MV， 大家可以去上 YouTube 去看看，就是 Tony Lee， 然后这首歌叫 Forgive。歌叫做 Forgive， 那中文就叫原谅。那他的创作的
心境就是人一生中都会做错很多事情，那有时候我会想要请求对方原谅，那原谅这个词它其实也是双向，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原谅对方，对这种感觉。那这首歌的心境就是在说我在寻求原谅的过程 的那个挣扎，就是我到底该不该原谅他，或是我值不值得再被他原谅一次，这种感觉。对，可以去帮我支持一下，哎，感谢，我看到了，感谢你，yeah.
对，我售价是549，虽然它有点贵，然后也没有唱歌，对，就是只有纯乐器而已，但是它的设计很棒，然后里面还蕴藏了我跟设计师还有我的音乐，我制作人，就是我们大家所有的种种的意念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支持。那如果专辑卖完的话，我就会开专场，然后就有 four band， 就会对，就是整个乐团一起演，对。好，来，最后一首歌。